我会，它洗澡，想坐在那地方，就好像后背痒了，只让我在那弄小棍子啊，还是弄我的手啊，帮它挠一挠，很舒服，它很自然的靠着你，好像跟我说话一样，说你快点挠吧，我这地方很痒很痒。除了它就是，除了家庭，它就是在第一位。 那你觉得做这份工作幸福吗？很幸福，比什么样的工作都很幸福。